幽暗遮盖遮盖万民，主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我。主的荣耀要显现在我身上，万国要来救主的光，君王要来发现我们的光辉。我举目四方观看，对不起啦，没关系，一起来，众人都聚集来到这里。我举目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我这里，我的众子都从四面八方而来，我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我看见就有光荣，我心里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向我，列国的财物也必转来归向我。谢谢。先厨房姐哦。大家好，我要背诗篇118篇13节到21节。你推我要叫我跌倒，耶和华却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异人的帐篷中，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行拯救，施展大能，耶和华右手高举，右手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在死地，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耶和华，称谢你。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应允了我，也成了我的拯救，又成了我的拯救。谢谢。来，董师母，下一位阿梅姐哦，苏小妹哦。大家好，我今天要背诗篇46篇第1到1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上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神
这城是至高者所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神在其中，城必不摇动，到天已，到天已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外邦中被尊崇，也在遍地上也必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谢谢。来，阿美姐。我背马太福音16:24-28。若有人，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凡要救自己的必上吊性命，凡为我上吊性命的就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圣徒降临的时候，要按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他，来报应个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站着的人，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降临在他的国里。好，谢谢。玉璇，江华。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当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心，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谢谢。谢谢。我们好几天没有看到那个玉璇了，欢迎回来。来，江华。我背约翰福音3:2-8。这人从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由神那里来的，你所行的神迹若无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切切实实的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若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切切实实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从肉身生的肉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响声不知道，却不晓得从何而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谢谢。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中英文。所以站稳了，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血穿在脚上。此外用了这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在此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见，为众圣徒祈求。Stand from them with the belt with the belt of truth buckled around your waist with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in place. And take your feet fixed with the readiness that's come from the gospel of peace. In addition to all this, take off your shield of the shield of the faith. With you can extinguish for all the flaming arrows of the evil one. Yes.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the peace,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prayer, and the prayer in the spirit, and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the prayer and request, with this in mind, be alert and always keep on praying for all the saints. 好，谢谢。来，我的呀，我的记啊。大家好，今天要背的圣经就是箴言，箴言二十二章一节到六节。美名胜过大财，温宠强如金银，富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
通达。通达人见货多产，愚蒙人晚前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路上有荆棘，何忘楼保守自己的生命，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好，谢谢。来，一个解中英文哦，哈。诗篇第四篇20节到27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保守你的脚远离罪恶。Pay attention, my son, pay attention to, my son, pay attention to what I say. Listen closely to my words. Do not let them out of your sight. Keep them within your heart. For they are life to those who find them, and health to a man's whole body. Above all else, guard your heart.For it is the wellspring of life. Put away the perversity of your mouth. Keep corrupt talk far from your lips. Let your eyes look straight ahead. Fix your gaze directly before you. Make level path of your feet.Take only ways that are firm. Do not swerve to the right and left. Keep your foot away from evil. 好，谢谢夏玲姐，来。我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蒙怜悯。受了这，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能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尽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照着他们，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言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自己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阻拦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正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但我们既有信心，就如经上，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也说话。”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业化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神。所以我们不胜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且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谢谢，非常好。来，我们请东方兄，也请我们姓名兄帮忙抽。他一共背了就在那边。哦，今天又多了一个签了。啊，多一支。哎，三支。哦，这个礼拜啊，上次听到说没有奖金啊，我回去对自己说，没有奖金更该应该多背啊，所以这次带三张。哇，其实哈，拿的很多了哈，我答应会计师哈，这所背的我一定不要给他忘记，不可以忘记，不能忘记，绝对不能忘记哈。就是会计师，我答应你的哈，这里面有161支签，外加一支签王，等于162支签，我一辈子不要忘记它啊。这是给会计师的回应，拿了很多的奖金了哈。今天三张是哪三张？今天回来这个抽出来的时候会知道。哎，会计师专门查账的，他会来，他会来验证。我问你，今天是哪三张放下去？这个我已经讲过，要抽出来。这里面有6卷书哈，但是已经满了7卷哈。这个会计师放在这边，会计师可以验证。这里面满整整的7卷书，外加今天的3张哈，里面没有。里面都是完整的一张的了哈，不是抽出来都同样的了，不是同样的啊，这个在我们这边有信用的会计师这边，哦，他是专门查账的啊，这里面有161支啊，但是有7卷书在里面，但是目前有6卷书，还第7卷还没被抽出来，抽出来的时候我回去要改啊哈，要改过啊，这个要改过，因为这是6卷嘛，要改要再重新改过哈。那抽出来，我下一次我一定改。但是呢，这第7卷到现在还没抽出来哈，请讲师抽一张，我努力的吧。很厉害，比电脑还电。哎，你看，看一下，两边那个有2张，你再看，那前面你读一张，读一个，以弗所书一张，以弗所书。有了一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他都还没出来，都要开始背。没关系，就背了。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时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因信耶稣，
就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一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既听见你们信从，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和一切主治的和一切有能的、有名的都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叫他伏在也都超，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感谢。太棒了，太棒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会计师哈，会计师有事情要宣布。这个你是这样可以的，感谢这个最主要背圣经的是字句活出生命的重要，那也是如此哈。来，这个秘书秘诀啊，我觉得它就是温故知新，太厉害了，就160几张背，太多了，要温故，温故又知新。所以各位哈，最重要是要把记这个记，并且是不忘掉，所以这个很重要，记起来不忘掉，非常重要。那这个太重要，太重要，比什么事情都重要，因为没有这个人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生的话没有生命，对，他就是生命，这生命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就是生命，你没有生命，你其他再做都没有用，做总统也没有，因为一下就过去了，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其他都没有，所以赶快好。那我们这个你看值不值得？花一点点奖金啊，哇，应该把它记起来，太值得了。对，比什么都值得。阿门。所以说很非常值得。那你们最好不要看这个钱，就是讲这个钱是小 case 嘛，小事情。最重要是怎么样得到了上帝的话，阿门，对不对？那不要忘记，我自己都不忘记了。我背的东西，我大概95%以上我都不忘记了。我不是说一个字都不忘记，不可能，但是我大部分都记得。大意在。那我又来增加，不是大意，我都是大部分，不是大意，大意。我是艺术，不是。但是我每一天大概都会增加一点点。我没有像那么厉害，三张几张。我是增加一点，所以这个我跟你讲，最宝贵。你以后会，我跟你讲，你以后会很感谢家人国度。应该会很感谢。不是感谢我，刚才我没有意思，感谢上帝。他可以这个机会给这个，这会感谢的啊！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的主啊！好，我们来一起来唱首诗歌，不就要结束了啊？好，等一下我们会那个今天会发奖金给各位啊！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另外来一条，这一条，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谢谢主。今生颂扬。